成都 GG 拿下了比赛的。赢下狼队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很多。现在离目标更近了一步，今天绝不能止步于此。一路走来，我们已经跨过了许多难关，现在我们要飞得更高。可以先打这一刀吗？会选择先打吗？哎，来了！但是在到旁边，先跑进去吗？跑进去了！我的天哪！不闪！哎呀，这个动作有研究的。是时候该让我们继续书写历史。前面这头靠中山路就会拿到一刀了，感觉这么走位那去了，但是没出到一口，减速了，冰刀一波，冲了，冲过去，再跑，直接跑了。我们曾经备受质疑，现在是再次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这个位置你太大了，飞不了。看到这里，网门守门是点开了，汪步奇拿下一个最好的成绩。